是我的声音还是你的声音？你开始了。我掉了，你这东西。你怎么了？掉下去了，然后还在里面，奇怪，不见了。你现在很想？我是想穿越。哦。喂，跳跳。一个小洞，太阳在蒙蒙。太阳刚过去那边，还有往后。就是冷冷的、啊，有洞吗？是没有。左右是通的。上一直飘下来，就看起来好像在下雪一样。嗯。从右边一直有。飘下来。现在又没了。二品蟹。哦。这都是雪道啊，树子下来，这是雪道啊，树子下来是什么？应该说柱子下，有些柱子下都狂吃，还是这个柱子下？嗯，蒙蒙蒙。
呼呼，有到吗？有啊，我啊，被我敲掉了。上面雾雾的呢。你要用一只手帮我。欸，可以，好，已经好。雾雾的呢，有一点。哪里翘？这里是翻起来。还好吧。嘎吱窝。对啊，我刚都在闪着，现在会。嘎吱窝。怎样啦？好了，你知道怎么走吧？去东莞站。就，对啊。是啊。大概就往左边。对啊，要冲着过去这样。哪里啊？那条路啊，这条横着的路有没有看到？那是平的、啊，往上，你要有冲力。看起来要往上、啊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走了。下面那条才是，下面这条才是，也是要冲啊！
你要坐拱多拉还是要继续滑下去？什么意思？坐拱多拉的话就可以先去山顶拍照啊，继续滑下去就会一路去苹果派。还太早了。好，那一路会不会天气就差了又不好滑？对啊，所以我就问你啊。好，那就拱多拉吧。好，直冲右边一点点。有要拍吗？不用。嗯。这边是龙王啊。应该是吧，他在云里面。他在云里面。然后那是三只仔。然后我现在萤幕看。丸子在哪里？啊？我看到丸子了。是啊。三颗在中间。有三颗啊。它有在动吗？有啊，三颗往下，三颗往上。嗯，上面的很高，下面的在柱子旁边。哎呀，三啊？哎呀，噱头。我怎么觉得怎么没有路过那个啊？啊，还是刚要走右边才会碰到那个贡多拉。没有啊，前面啊。还是在下面。这样快快快以后，很近距离下山。这条路我们没走过呢，我没走过啊，完了，我动不了了。哎呦，你也动不了了，为什么？没速度了，没速度了。我们第一次走这条路，不过前面应该就汇合了。对啊，放地下去也可以。对啊，上当了。好了，冲冲冲！好吧，是一条新路。那我问说，走了大兰啊，过头了吧？到底拱多少在哪？还在下面吧。那我们中间为什么什么都没看到？我知道那个小道啊，还没到，还没到吗？人呢？
你冲啊冲啊，你还刹车？我就说今天比昨天人更少啊。四小屋的就还完整，这里的都不行。
他的健康是不行的。都挂了，我就一直讲完了，好不好？我会紧张，你可以不要常聊。好好好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好玩的，你在那边。你也会不自觉讲啊，完蛋了。这里已经刚那样子，哦，完蛋，完了，我又没那个，啊，不过就没动力而已。我今天不要滑下来，对，我猜会有冰面。啊？我猜会有冰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舒服度差很多呢。那个地方温度。对，太阳太大了，太光了。对啊，这里啊，秃了，秃了。也没有云海。对啊，今天就是来拍没有云海的，是吗？对啊。
要去厕所也可以去，都可以啊。我怎么觉得也有一点？我也有。它是四小屋的广告，然后这里是200度咖啡，他说这里200度咖啡在哪？对，他说这里都不开了，你要吃饭请去四小屋。是啊，哎，所以哎，这个是这里的。我就跟你说，这个番茄鸡我们在这里。那看来是。对。不，这里就没开呢。没开啊，他就会说这里不开啊，集中去四小屋了，然后料理也被搬过去了。这旁边可休息？对啊，所以这里只能休息。对不对？还有那个按摩椅，红衣熊在这，上次也是去拍拍了，要拍吗？啊，我是说我拍外面了，随便搞一搞。那拍到料理被搬进四小屋了，那也不用问了。那我在问原本四小屋的店在哪里啊？就没了，可能明年就会恢复了吧。左边凸了，右边凸了一点，这个可以完整的拍到了，融光了。这个之前都没有露出来过。2030，而且这个之前永远看不到，今天融光了才拍得到。2030方伟不是也是分了吗？是啊，四个鞋厂。下面有个烟囱啊，
要收拾什么？不用啦。那、哦、好，走了，走了。真的、哦。哎呀。那天都在云下面。全部都看到了。那边的上面真的是雪场啊，那个是熊之汤啊。嗯，是啊。但是下面这段我就不应该不知道了，应该不是。今天不拍照了，今天不拍。你要拍就来拍啊。哦，那个脚架，那个脚架。那个比较好。拍相啊，都来了。嗯。你看气势的，就是那种意气阑珊。你看，就。收收，天还是很漂亮啊！收收的观光行程，收收收！我耳朵抓了一下，好难受。这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没有人的地方。哪一个？右边这个，一只赖三只神啊！什么？一只赖三只神？你是走我回家的路吗？是啊，啊那边就吸管啊。呆萌呢？呆萌就是那个的下半部，就叫呆萌啊。那是一个三层，那是吸管啊。啊？那是吸管啊。怎么觉得我们快回家？那是王子啊。我们快回家了。本来就是啊。然后这才是吸管呆。是啊。啊，家人。对啊。三只啊。对啊。侧面观，我的云海的，我的没有云海的云海的方向不对。怎样？我要拍后面。哦好，因为我帮你拍那个、啊、王子的、啊。去尿个尿，赶快看一下，明天就没这个景色了啦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一直用眼睛看啊。我难道我是闭着眼睛吗？我有在看啊。嗯，漂亮。啊哈、啊！滑呀滑啊，滑呀滑啊。吸管山，吸管山。那我们下面就高天元。对面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高天元是靠我们这一面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跑到吸管山？啊？我们上来就就住到家里的下面，然后就滑上去吸管山，然后就滑下来，对啊，然后就摸摸跑过来。不对啊，我们不会跑过来啊。跑过来、啊，下面有一条蛮横的路、啊。这个是不是那天那个很深的大馒头那个？啊？它那也是深在这边看不到树后面。是啊，是啊。嗯，我在建立我的方向感，在想你。你看那一个桥，那吸管山是没有办法回呆萌的。吸管山过了，吸管山我说那边没有办法这样虚滑回，就没有啊，没有路，没有啊，他们没有这样开。基本高啊，难怪这边的那个这个的都不简单。我哦，撞到头了，撞到头了，等会，我们撞过来看一下，没有吧？我撞到头了，就没有。查一下，没有啊。这个刮坏了吗？刮坏了。没有。好的。
们刚刚一直都有开着吗？关起来。我们已经都关了吗？还是现在是开着的？好，那就现在要关。